家好，我是顾俊。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让我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永诺最新上市的这一支 APS-C 的11毫米 F1.8 大光圈超广角镜头。据我所知，这支镜头应该是国产镜头里面最广的 APS-C 镜头了，好吧，自动对焦的镜头里面啊。好，如果说的不对的话，欢迎你纠正我。那这支镜头的规格呢，其实跟原厂的那支索尼一口的11毫米 F1.8 是一样的，虽然画质上面没有像索尼那支那么完美，但是呢这支镜头好吧，价格要便宜很多很多，同时呢好吧，在功能上面，在实用性上面呢也比原厂的要略微更强一些。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是2000元以下，好吧，这支镜头售价大概是1800元左右，然后同时呢还附赠一个遥控器。这个视频里呢我不会涉及到遥控器，因为目前为止我遥控器还没有收到，但回头我有了遥控器以后呢，会跟大家再简单的做一个介绍。那今天的视频呢，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支11毫米 F1.8 画质怎么样，有哪些用途，然后哪些人比较适合，以及哪些人比较的不适合。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它不适合的地方，好吧。那第一个就是它的边角锐度比较的普通，那光圈全开的时候 F1.8 的时候，中心锐度其实表现非常非常不错，但是边角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吧，看上去是不是蛮糊的。那这个边角呢，哪怕收到 F5.6 收到 F8 呢，我觉得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风景照片要求非常高，想要拍摄一些严肃的用来放大的打印出来的那种风景照片的话，这支镜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你。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畸变比较的明显。那如果你拍摄一些横平竖直的东西，比如一堵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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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非常严肃的要拍摄一堵墙啊所以如果你非常严肃的要拍摄一些室内啊或者建筑的照片的话，这镜头尽管它很广，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的适合。那紫边跟炫光方面，我觉得控制的还算不错。那因为超广角本身就比较困难，同时它又是 F1.8 的大光圈，那在有一些角度呢，你能看到一些炫光，在光圈开的比较大的时候，紫边也是有一些，但我觉得在日常拍摄当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那日常使用呢，我觉得这支镜头拍摄起来一些简单的风光啊、旅游啊、一堵墙啊。Vlogging 好吧，尤其是 Vlogging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所以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支镜头用来 Vlogging 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OK， 那你现在看到的呢就是11F1.8 在手持拍摄 Vlogging 的时候的效果了，好吧。现在这个大概应该是16-17毫米的左右的这个视角，然后 F1.8 的大光圈，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虚化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但如果就到这里就结束的话，好吧，似乎还有点太早了，因为我想跟大家展示的是，好吧，更好用的一点。那如果你把这支镜头装在全画幅的索尼机身上，使用全画幅的模式，好吧，效果更加的震撼。好，那你现在看到呢，就是我在全画幅模式下使用这支 APS-C 镜头，然后使用增强防抖以后，你可以看到它边上确实是有一些暗角，哎，我都已经找不到它的边在哪了，就因为真的很广，你知道吗？好吧，它边上确实是有一些暗角黑边，但是其实已经很小了。那如果你使用的是跟我一样的 A7CR 或者索尼的 A725 呢，好吧，在拍摄50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 1.2 倍的裁切，那通过那个裁切以后，你就会连这个边上的这一点点暗角都没有了，一点点黑边都没有了。好，那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我使用是 A7CR 的 4K 50帧加上这个增强防抖拍摄的效果了。你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很广，同时又很稳，同时呢，好吧，边上的这个暗角黑边呢基本上也不见了，好吧。同时这支镜头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真的很近，好吧，15厘米。所以呢我可以这样都对在里面，有没有真的对得很近。我知道其他沙滩上的人看我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好吧，就是真的对焦对很近。哎，很少有人在这个距离也是帅的，这个距离看上去也是帅的，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如果你在这个距离也很帅的话，你可以买支镜头一直这样拍自己，好吧，就是看上去还不错。话说回来，如果你是买来用来拍照的话，我不建议你把这支镜头装在全画幅机身上进行拍照使用，因为这个像场虽然覆盖的还蛮多，但是跟全画幅呢其差距还蛮大的，尤其它边角这边的画质呢，在照片上你会看到有更明显的差距。
拍摄视频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蛮好用的。好，那视频的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支镜头的外形做工。那除了这个永诺的标很多人会吐槽以外，我觉得其他方面这支镜头基本上算应有尽有了，它体积跟重量都是很好接受的，那如果拿来手持拍摄 vlog 呢非常的适合。它上面有个光圈环的这个设计，蛮好用的，蛮顺滑的，边上呢也有个 click on 跟 off 的这个拨片。比较让我意外的是它居然没有一个手动自动的拨片，可能永诺不太希望你用手动对焦控制这支镜头，好吧。但它边上有一个这个一跟二的这个切换的拨片，据我所知呢，好吧，这个应该是遥控器控制的这个拨片功能，但目前我还没有拿到遥控器，所以回头再跟大家介绍。然后这边呢还有个自定义的按键，好吧，下面有一个这个 USB-C 的接口帮助你固件更新，然后后面呢是金属卡口的，包括有防尘防滴。那前面的滤镜口径是58毫米的，然后刚才也说过了，最近对焦距离呢很近，0.15米。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镜头拿来 vlogging 拍摄真的效果非常不错，尤其是如果你把它装在全画幅上进行拍摄。当然了，好吧，这个镜头其实主要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 APS-C 用户。那作为 APS-C 的用户来说，其实你在超广角端能有这种超广角大光圈虚化的这种效果，其实选择是不多的。那目前它是索尼 E 卡口的，但之后应该会推出其他卡口的这个镜头。那对于其他卡口来说，因为没有索尼这支11毫米 f/1.8 的这个规格的镜头，那它应该会更加的有吸引力，好吧。那这个就是今天视频了，很快那我们就到下个视频再见了，因为我真的累得不行了，好吧，生病生得很严重，你有看到我嘴上起的这个泡吗？好吧，就是其实我现在还带着高烧在给大家录视频，好吧，喉咙都已经沙哑了，有人帮我点赞吗？好吧，下个视频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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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